Hello，大家好，我系 YY，而家系2021年12月29号，仲有2日就系完结啦呢年。香港时间朝头早11:30，咁啊呢条片呢就系、讲2022年任人年生肖虎嘅朋友嘅人缘篇，应该要点样做，点样布局啦，系啦，旺人缘啦，减小人啦。殺走啲是非官非啦，咁樣。咁我今日咧就好特別地咧，就係、是、取景就取咗個室外景啦，都係早2日咧嗰個露台景嚟嘅，都係隔離有棵參天巨木咁樣，係啦。我唔影到頂啦，因為有個太陽喺上面，費事曬到個鏡頭，殘到你哋隻眼嚇咁樣。咁咧就陪伴住我嘅咧，就今日比較特別啦，就有一個蛋糕啦。頭先整嘅香蕉 peanut 花生醬蛋糕，跟住咧另外咧就有一隻美麗的小鳥，黃色小鳥 Carrie 同大家 say hello 啊！佢後邊嗰只藍色嗰塊嗰個嘢咧係照鏡，佢成日走埋去照鏡嘅，唔知點解係啦。Carrie，因為佢。嗰啲顏色係黃色，所以嗌佢個名叫做 Carrie。好，我哋今日咧就講翻咧，呢個咧就係今日為大家預備嘅，就係、生肖虎咧應該要點樣係啦，報你哋嗰、即係人緣方面嘅嘢。咁大家應該如果睇開我啲片，都留意到我個片頭有啲唔同咗啦，就加插咗有一個大約10秒鐘嘅。即係短片就話俾大家聽，你哋如果係想問我係睇八字啊、風水啊、擇日啊、改名嘅話咧，就應該要點樣聯絡我嘅？咁上邊咧就有我嗰個 email 就係风水yy@protonmail 啦。咁咧個串字大家可以睇翻個片頭。好啦，咁另外咧，before 講之前咧，先答一答，因為有朋友咧就留言咧就問我咧。2022年咧，佢有金鱼缸啦，同埋桃花啦，应该摆边啲位咁样。咁咧，我喺呢条片都 cover 埋啦，咁样样。咁啊，因为都系一啲属于大路嘢啊吓。咁啊，阵嗰个金鱼缸同埋桃花位咧，都会系跟呢、这个虎年呢一度嗰个做法去做啊，生肖虎呢、这个摆局去做。咁呢度咧就系、是。攞支叉嚟同大家講一講先。嗱，呢度咧就係、是、我將嗰個同人員相關嘅唔同嘅項目咧，有幾種項目嘅，咁啊將佢分類為嚴重啦，同埋嚴重地唔好啦，同埋非常之好啦咁嘅樣嘅。咁啊最嚴重嘅咧就有官非啦，其次小人啦，然之後咧一啲好嘅人員啦。然之後就係桃花嫁娶咁樣樣嘅，咁咧而咧虎年咧，我哋 review 一下咧，虎年咧嘅人緣咧喺整個人緣分佈裏面咧，大約佢個踩位咧就大約就踩喺可能會偏多小人，即係佢唔係中性啊，而係稍微偏少少小人。點解咧？因為犯太歲，犯太歲，咁咧就所以咧。我就今趟呢條片嗰度特別講多啲，應該要點樣去預防小人呢一邊啦咁樣。咁如果大家有睇到我鼠年同埋牛年兩條片咧，就會留意到我將佢哋嗰兩個生肖就放喺中間位線嘅，即係好 neutral 啊，好中性嘅。但係 Tiger 咧就係因為最至少都有呢個犯太歲啊嚇，咁所以咧就會執咗少少嗰只咁啊，但係都。都唔緊要噶，犯太歲其實唔係一啲好驚慌嘅嘢嚟嘅。我都話咧，成班同學一個年紀咁樣去讀書，全部一齊犯太歲，唔通全部都係冧班咩？唔會咁樣噶嘛嚇咁。好啦，咁我哋咧就睇一睇咧嗰個方位方面個 definition 啦。咁咧就有幾個方位咧 A B C D E 啦，講埋嚇嘅個方位咧。就想同大家 define 一下先，先講 A 呢個方位就係、是、一個正北嘅方位，咁你哋咧就可以間線咧就係、是、北同埋東北嘅中間嚇，唔係北同埋東喎，係北同埋東北嘅中間間一條線，北同埋西北嘅中間間一條線，就攞曬成個 portion 就係即係藍色呢度啦嚇，攞曬呢個 portion。
跟住可以擺啲咩嘢呢？就係、因為呢個位咧就係愛嚟即係處理嗰啲小人嘅。咁咧就而對於虎年嘅朋友嚟講咧，因為相對比較即係比較易喺呢即係喺小人呢度出事啦，所以我就今次咧就整啲勁啲啦，話俾大家聽咧，你哋可以咧就係用會喺。即水得嚟，仲會喐嘅，自動喺度喐咁樣啦。咁啊，其中金魚缸會係啦，咁裡面可以養金魚又得，唔養金魚，咁你就揾一啲嘢令到裡面嗰啲水喺度鼓動咁樣咯。另外咧，水機係非常之適合嘅，因為水機人撳水咧，佢裡面就喺度鼓動噶啦，咁樣樣。咁咧可以即係建議你哋正北呢一邊可以執一執佢咁樣樣。好啦，咁啊，另外咧就係、是、第二個方位咧，就係、是、關於官妃啦。咁咧就即係最嚴重呢一個啦嚇，官妃啦。咁如果你想預防嘅話，都可以咁樣做啦，或者本身已經有副官妃嗰啲在身，都係可以咁樣做。咁咧就請你哋咧喺即係首先 define 咗個方位咧，正東得嚟咧取嘅 angle 咧可以闊啲啦，係東同東北之間，以及東同東南之間都係攞即係一個一半嘅位置。然之後咧，最緊要嚇。最緊要就係咧，先移走原身擺落去嘅水同埋木啊，因為上年即係2021年咧，叫做今年嚇，今年咧就係屬於呢個係屬於文昌位啦，所以咧就要谷文昌啦，所以就有你哋應該會放咗水木嘅。咁但係如果你即係谷個文昌係為咗仲有考試要考嘅，譬如喺農曆新年前咧1月咧有考試要考嘅話咧。咁你係好好專注，好想即係考得到嘅話咧，咁你就真係唔好喐呢個位置咯。喺而家要等到過咗農曆年之後先至好喐咁樣。總之，如果你嘅考試或者你好重要嘅文昌事件係需要喺新曆嘅1月2022年新曆嘅1月成個月份裡面其中一啲日子去處理嘅話咧，你都唔好暫時唔好移走水及木住。但係如果冇呢樣需求嘅朋友咧，就可以即係而家已經可以移得走噶啦。另外咧，留意一下咧，喺呢一個方位咧，會唔會擲住咧有火爐啦？如果有火爐嘅話咧，咁我恭喜大家，你咩都唔使做，就係即係多啲煮飯啦咁樣。因為嗰個位就用火攻噶嚇，呢度啊東邊用火攻。跟住若果你係東邊啱啱睡房咁啊好啦，咁咧就可以放暖爐啦咁樣啦。咁啊，呢啲位好適合放暖爐嘅，唔一定睡房，我哋即係客廳都得嚇。總之嗰個位擺暖爐。咁但係咧，覺得咧，已經睇過曬成間屋都冇乜地方可以真係擺啲即係咁樣大型嘅嘢嘅話，咁就貼張揮春啦，可以貼張紅色嘅揮春。咁咧就係、是、譬如心想事成呢啲咧都係可以用嘅咁樣，其他都得嘅嚇。不過個心想事成嗰個像就更加勁啲咁樣解。好啦。另外咧，就係、是、去到下一步咧，就係、是、正南邊喎。咁啊，正南邊呢度咧，就係、是、主要咧係谷一谷咧，即係右手邊呢邊嘅嚇人緣啦、桃花啊、嫁娶啊嗰啲咁樣啦，尤其是桃花嫁娶。咁咧喺個正南嗰邊咧，就點樣做法咧？嗱，呢度答嗰啲朋友問桃花咧，今年桃花、下年桃花應該要點樣擺咧？呢條問題啊嚇，下年桃花應該點擺？咁咧就可以放喺正南咯，即係將棵桃花放喺正南咯。咁咧或者係如果唔方便放桃花咧，就可以放譬如嗰啲玫瑰花、膠花嚇、啊。因為嗱，譬如你好似咧，你農曆年嗰時放桃花喺度，咁水浸噶嘛，咁你放到15啊都要收噶啦，佢都標葉噶啦。咁咧就之後咧就揾啲咩頂替喺嗰個位嗰度咧，就可以用9枝紅色嘅花咯嚇，咩、花都得。但係要膠花，但係要紅色咁樣樣咯嚇。咁留意呢度，咁咧就去新望翻去人緣桃花。然之後咧，好啦，就另外咧，對於虎年嘅朋友，我額外咧就送多一點俾佢哋啦。咁啊，呢一點咧就請你哋揾咧你哋屋企啊或者係公司啦嘅北邊同埋西北邊嘅中間畫一條中線之後咧，就將呢一點咧係立喺近西北嗰邊，但係貼住呢條中線咁樣嘅。咁咧。明唔明到嚇？西北同埋北嘅中間畫條中線，而落去西北嗰邊嘅 portion
貼住條中線有一個點。咁啦 ，along this line， 即係喺沿住呢條線咧，都係可以嘅。如果你即係能夠咁 smart 可以畫到條線出嚟嘅話，咁咧就可以放杯水喺度，咁就得噶啦嚇。即係如果你係苦練嘅朋友，放杯水喺度，咁啊乾咗咪再添咯嚇，咁樣樣。咁啊有啲朋友話：，誒點算咧？嗰個位凌空咁樣啦，唔使你放地下嗰度咯嚇。咁不過你小心踢到咯嚇。如果屋企有嗰啲寵物咁樣，就要小心踢到。如果真係有咁樣，咁點算咧？你就可以咧喺夢牆嗰度掛畫啦，一係咁你可以掛一啲同水有關係嘅，譬如瀑布啊、海洋啊嗰啲都 OK 嘅嚇嘅畫嚇，藍藍白白咁啊 OK 噶啦嚇咁。好啦，另外咧就係、呢度額外講埋啦，因為今日有隻雀仔喺度陪我哋啦。咁如果你屋企有雀仔，應該擺邊度咧？咁啊，莫論咩生肖都好啦。如果你有隻雀仔嘅話咧，就可以揀選咧，將佢擺喺西北位啊，西北位嚇咁樣。咁咧就令到你係比較即係講嘢多人聽你講咁樣樣。咁咧就最好揾隻即係成日會叫嘅咁樣樣嚇。Willy Gra 咁樣就最正噶啦，咁樣就放連埋個籠一齊放落嚟啦嚇，咁樣樣。好，咁啊今日咧就暫時咁樣咯喎，咁我就繼續食我嘅蛋糕先，咁啊俾個蛋糕俾你睇，係啦，今朝做整嘅，係啊，咁啊好彈彈嘅，係啊。好，多謝曬大家，如果大家覺得呢條片好睇嘅話，可以俾個 like 我啦，覺得可以幫到你哋嘅朋友，可以 send 俾佢哋。